新福音战士剧场版首周票房超33亿日元，观众动员数突破219万人次，第二周累计票房推算接近50亿日元，观众动员数推算突破300万人次，预计在第三周周末前将突破 Q 的53亿日元最终票房纪录，成为福音战士系列的最高票房作品。卡拉解禁了有着新福音战士剧场版正片内容的3段15秒宣传广告，分别包含第三村场景画面、林波利种植水稻场景以及定真寺与林波利在废墟中的画面。3月19日，新福音战士剧场版的上映影院以及 Apple Store 各实体店铺开始贴出新视觉图海报，官方网站首页图也进行了更新。新视觉图的大海为蓝色，沙滩上除了原本的5位驾驶员，还追加了9名角色。该视觉图由总作画监督井之敦史新绘。另外，官方网站上的制作人员名单中还增加了声音出演名单。3月28日，新宿 Wild 9将举行由声优们进行的到场感谢舞台问候，这是福音战士系列自1997年以来的再一次舞台问候，将向日本全国334家上映影院直播，抽选预约至3月23日为止，将在3月24日公布结果。影院直播的影票将从3月25日起依次发售。NHK 的纪录片《行家本色：暗夜秀明特辑》将于3月22日晚19时30分播出，将展现被宫崎骏称为暗夜一边流着血一边制作电影的新福音战士剧场版的制作现场。纪录片中将出现电影的相关内容，还没有看过电影不希望被剧透的还请注意。暗夜牧羊子与暗夜秀明的夫妇日常故事《环吏步行街》更新至第5回，本次的内容是暗夜牧羊子视角下暗夜秀明在制作新 EVA 时的日常。福音战士新剧场版破群记录全集中收录的制作人员访谈与官方应用 EVA Extra 内公开。福音战士新剧场版破全记录全集是2010年发售的官方书籍，其中的设定资料以及 Visual Story 部分发售有软封面版本，在官方应用 EVA Extra 内可免费阅读访谈的部分内容，阅读全文需订阅应用会员。3月20日，英雄魂展首次于成都举行，其中有福音战士展区登场，展会至5月2日结束，展会销售区内有福音战士周边商品出售。 JR 东日本车站内6家餐饮品牌的约100家店铺正在出售福音战士合作商品，部分合作商品还将附赠合作杯垫。东京单轨列车为纪念新福音战士剧场版的上映，从3月20日起使用装饰电车进行运营，装饰电车以作品中登场的单轨电车为印象，在车辆前方设置有第三星东京市市章，每节车厢都设置了一张角色与名台词的贴纸，同时还在羽田机场第二航站楼车站展示了初号机手办，在羽田机场第三航站楼车站设置了 Q 的定真寺与主勋的名场面照相点。与今年迎来10周年的无性别街头品牌 Legend 与福音战士的合作第6弹产品登场，3月18日起发售，共有6种款式。来自等身大手办的老牌制造商 Paper Moon 2，林波利的可动等身大手办大幅升级登场，是世界首个身穿战斗服的林波利关节可动型等身大手办，共有11个可动部位，以订单生产形式开始接受预约。手办高度约158厘米，重约10公斤。来自 Hobby Max Japan， Vida Eva 10周年纪念插图中的定真寺手办画，有通常版与限定原色版2种款式，预定2022年7月发售，现开始接受预约。来自手办制造商 Upper Treasure， 这期波玛丽依兰崔亚斯泳装手办登场，分为半完成品组装手办、以涂装完成品以及 Eva Store 限定颜色版3种款式，预定7月发售，现已开始接受预约。新福音战士剧场版中登场的由 V 列创立的支援组织 Credit 的相关商品与 Eva Store 开始先行贩售，包括有可折叠收纳箱以及可将周围物品变为 Credit 样式的贴纸套装等周边商品，从3月20日起与 Eva Store 实体店铺发售，22日起与 Eva Store 在线商店发售。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有什么想法的话请留个评论，让我们下次再见。